各位音乐家，接下来我们正式开启第二阶段的分贝争夺。在远处有跳舞的阿姨，阿姨当中手上有分贝，我们要靠自己努力去赢取喽，去找阿姨们吧。哦，现在就去了。哇，今天这阿姨太有感觉了，真的。媳妇了，媳妇了，媳妇了。你看，就是、大王叫我从来巡查、嗯。阿姨，他们这才叫表情管理。我们先观摩学习一下啊。哇哇，耶、yeah! ！来到这个乡间这个美景，这个庄稼地，我们几位看起来有点格格不入啊。对，阿姨也看到了，我们是穿越过来的。醒哥，我跟这里挺配的。你就住这儿吧啊。但是我们既然来了，特别想跟阿姨们学一下你们刚才那个舞蹈，好不好？对。好、啊，可不可以教一下我们？好。如果我们跳得好，能不能给我们一些认可的奖励？哎呀，他有分贝啊！来，走起。我教你们就是一个丰收喜悦的那个。做完之后，小鱼马上。哎哦哎，好的，走一个。冲出去，看这里，转身，一个打开，看这边，看这边，一个丰收。好。好，来，掌声有请于耕耘生 ，Come on， 来，一个看到麦田，哇，冲出去，哦，转身，哦，然后再一个打开，哎，再抖两下，哎，哦，再一个抱起来，哇，丰收喜悦。缺陷在哪？哦，有缺陷。你要沉浸在麦田里面，一个冲出去。对呀、啊，有点。哦、oh, ，你是来这儿干活的，你在找镜头，只是是艺术来源于生活，但是你看的上面跟这个生活没有区别。你看看，一针见血，一针见血，就你不够生活接地气，好吧？对、啊、，Take two， 余耕耘 ，Take two， action。我看到了麦田，哇、oh, ！你看，真的有看，真的有看啊、哦！哇，打开，哎哇！哇哇哇哇哇！太生活了，太生活了！掌声，掌声！老师，这次可以了吧？可以，可以，都快把麦田吃了，这个都。